这位先生要找谁啊？我来找我的未婚妻啊。我今天下午啊，这里一直扑通扑通的跳，好像是想他吧。来，送你个东西，打开看看。我的？嗯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附加条件，你要去陪奶奶吃顿饭。 我一个人去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奶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她的孙媳妇介绍给她的朋友们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更紧张了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去了帮我打个招呼啊，然后试一试，我看看啊。嗯，不错。好看吗？去试试吧。